来，喝粥。姐姐，我想吃肉。乖，先喝粥啊。哎，我教你一招怎么样？你跟我一起把眼睛闭上。想象呢，你面前是一碗热气腾腾、香气四溢的红烧牛肉，咬一口，齿颊留香，嚼一嚼，爽滑弹牙。而这个时候呢，和这碗红烧牛肉最配的，就是这碗香甜可口的热粥。慢点喝，香不香？香，多喝点，来。你尝尝，我加了糖的，你试试，试试嘛。你以为请他们喝一顿粥就能解决他们的问题？我当然知道不可能，但是我会想办法的。想不想试一试以恶制恶的感觉？喝酒，喝酒，喝酒！怎么又是你啊？给你染茶的时间，五担粮，50斤肉。给我送去城西破庙。还敢来捣乱，兄弟们给我抄家伙上。动手。脑袋没事，睁眼吧。哎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阎王见了掉头跑，光明司指挥使魏昭，五担粮50斤肉，还不赶紧去背？光明司指挥使又如何？胆敢得罪南陵裴家，你们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？尔等平日里仗势欺人，欺善怕恶，狗志不如，我便分汝肉，放汝血，你奈我何？大人饶命，大人饶命。江姑娘好说话，我最恨的就是讨价还价。本指挥使让你开仓放粮，使不得啊，这使不得，这些粮民都是裴家的呀，小的就算有10个脑袋也不肯这么干的，不肯这么干。南陵裴氏若有任何的异议，让他们随时来找我。去。我去，我去，我这就去。都起来，赶紧去准备，快准备。